台西警察分局指挥正召达人林金祥，目前担任分局勤务中心主任，平时车拢无离手，利用下勤的时间来自我进修。自民国85年开始，陆续考取12张专业的证照。当时是因为阮阿嬷吼，死去嘛，要办这个继承，要来去问我讲介绍介贵啊，我想我伫警官学校，我嘛有读护政系，法律我嘛读足侪啊，我应该家己嘛应该会晓办咧，我想要去买册吼，买册来家看。为着要节省处理土地继承的费用，引起伊的学习之心。并且完成第一场证照考取，第一次又一次的考取证照了后，是愈考愈有成就。天文、地理、医学、科学，逐项我拢有兴趣啦。只要看到我就想要读，愈读吼愈感觉讲，哦，那这行咱那也袂晓，迄行咱也袂晓。你愈读愈感觉不足的时阵，你就想要去看。当看到以后，若感觉有种考试啥物，你就会想要去甲试看卖去遐考。为着要满足求学之心，为土地登记。不动产经纪、税务理财、旅游领队等的证照，一路拢顺利来考取，一直到消防设备师的证照，终于让这位证照达人拄到困难。伊讲，这张是认为12张当中上届歹考的一张。但是像咱无兴趣的物件，咱阁想要知，我感觉要来考试吼，是一种较好的动力，因为你要考试，你自然就要去准备迄相关方面的这个册。买来以后，虽然头路感觉足艰涩，是足无趣味的，但是因为咱已经有一个目标，讲我要来考试，所以我就会去认真甲读。看到林主任勤学用功的精神，那是鼓励着同仁向学之心。分局长王水定也表示，堪为同仁表率，值得学习。有时候会想一想说，那么来尝试吼，另外的一些不同的领域吼，也当该充实自己啊，你啊。那同时，本分局吼也在这个局里面吼增辟了一个阅览室吼。这个购买的一些课外读物哈，这个来增加大家的知识哈，希望大家踊跃，而且这个向我们林主任学习哈。林金祥表示，为了要加强服务乡亲的品质，提升分局的读书风气，希望考取更加多专业的证照，挑战自我能力。记者范宏坤采访报道。